博美掉毛厉害吗？王倩，职业兽医师，犬猫皮肤病传染病专科医生。博美是属于小体型毛发较长的长毛犬，会容易掉毛，特别是在季节交替的时候。但季节交替的掉毛会随着季节的变化而逐渐消失。一般情况下，博美每年会掉两次毛，分别是在初夏和初冬。导致博美异常掉毛的原因主要是有以下几点：第一呢，摄入咸味过多的食物；第二，皮肤病的原因，洗澡太过于频繁，皮肤干燥，皮肤抵抗力变差，也是导致掉毛的原因。处于换毛期的博美掉毛就会比较的多，定期洗澡不建议过于频繁，并且洗澡一定也要用宠物专用的沐浴露，起到清洁皮肤、滋润毛囊、改善皮肤干燥的情况，也可以预防皮肤病问题，从而改善掉毛的情况。同时呢，可以适当给博美犬补充一些维生素、矿物质等，加强博美营养，提高博美的毛发营养，减少掉毛的现象。